恭祝咱永安宫咱的木车太祖万岁来信坛成就，咱的大好的日子来继续呢。我们精彩的节目不间断，来继续安排我们这位辣妹歌手。我唔知伊叫什么名咧，我们自我介绍者。小杰，小杰是不是？啊，那你拢熟悉？那大家拢熟悉？这是为啥？好，来，小杰。没出什么歌，你自己报。现在这首《爱情怎样的有些》。小杰嘛，对，初次见面，等等等等，姐姐你好，先跟大家问好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杰，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年年新大运，祝大家顺风顺水，希望事事如意，让你赚钱，咱赚水，你都要叫小杰老鼠啊，谢谢。人水，嘴水够好，啊，你的破声嘞，大家拢满意，啊，为什么破声来无？这是为什么？没有，刚刚有拍了，对对对，刚刚有拍了，对对对，刚刚有拍了。人家这么漂亮，还为了你们说话，你们这些人在干嘛呢？不会了，掌声要自动一点，知道吗？好，你继续唱歌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最后试试，谢谢。心里只剩下虚伪。
做赚钱，赚钱，那赚自己是先领了几个花香，谢谢。小姐，等一下为了我们带来秀舞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先准备一下，让我们老师准备一下我们的钢管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麻烦我们的老师。